这谁的车队在这干活啊？我的，怎么了？哦，你这一辆车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？十几个吧。哦，我的小舅子一辆车在，让他给你干了。你谁哟？你这就跟我干了？哎，都是熟人嘛，帮个忙照顾一下，好。谁跟你熟人了？还在这里攀亲戚？你拿两块呀，拿呆着去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这不是花经理吗？啊。 最近工地活比较少哈，你这挖匠啊，推回去啊，回休息几天，等通知，好吧？哎哎，别花经理，你刚刚是说你小舅子的车想加入车队是吧？要不他家最近的装修，住都不开，谁能挣你这点小钱哦？你这样，你让他呀赶紧把车开过来吧。哦，已经开过来了。啊？这哪呀？这不就是吗？这有人啊？用不用给你配个司机啊？ 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这里就司机多嘛。你看哈，这个挖机还是新的。这除了每个月的工资外，我另外每个月再给你5万块钱的折旧费。哎呦，一看就是老实人呐。我就喜欢跟老实人打交道。那你看我这挖机，该挖挖，该堆堆，动起来咋？这赶工期的。好好好，走到办公室聊聊下项目的合作。哎，好嘞好嘞。走。